皇后娘娘不叩拜，成何体统？哼，老变态，他这个妖孽哪里懂得宫中的礼数，本宫不与他计较，把妖孽给我拿下。上。啊，你们干嘛呀？啊啊，娘娘，给我放开我，怕我威胁你的正宫宝座是吧？这是要灭口的节奏啊。迦叶国师，请去天台降妖除魔吧。带走。娘娘，娘娘，走吧。法事已经完毕，现在可以点火。点火。是。你个老变态，你下辈子肯定投胎做人妖。此事已经惹怒了上天，看来法事不能再进行了。如果再进行的话，恐怕连我们也要受惩罚。天意不可违呀。是啊，到此为止吧，娘娘。回宫，回宫。今天就留他一条小命。娘娘，刘儿，娘娘。娘娘，快走吧！娘娘，我来了，吓死我了！佳叶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。走吧，娘娘。刘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不必多礼。皇上
最近过度操劳，龙体欠安，臣妾亲自给您熬了汤。妙芝，费心了。妙芝，朕这次去东郊狩猎，一去就是好些日子。这段日子，宫中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皇上驾到！娘娘，皇上来了。爱妃，朕来看你了。朕听说你顶撞皇后了，你是为了这个来责备我的吧？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在后宫为所欲为。我怎么为所欲为了？你竟敢顶撞皇后，成何体统？她毕竟是宫中之主，如果所有的嫔妃都学你这样的话，后宫怎么管理？朕要你现在去跟她道歉。哼，真有意思。正是想弄死小妾，小妾侥幸活了下来，小妾就罪该万死吗？不错，你遵守了你的原则，维护了正室的利益，那是你的权利，我绝对不会向他道歉的。朕之前从不打你，那是因为以前的你温柔至极，可是生了这场病之后，你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你是责怪朕没有立你为皇后吗？这也都怪朕，朕本来是答应过你的，可自从你生了那场病以后，性情大变，妙芝又诞下龙子，众臣力主封她为后，朕也没有办法。妙莲，是朕不好，朕明白你的心情，是朕负了你。朕本来也没有打算说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，可是你刚才对朕那个态度，朕就是忍不住要生气。既然你今天心情不好，那朕就不打扰你了。